下，我已经做好下台的准备。好嘞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哎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赌性坚强吗？啦，我不赢了耶。那我必须要赌一个，来。再见。再见。又快。下台了。哇，所以表示金佩颖的运气。哇。哇。六颗。哇。你一定要翻啊，因为一定要过期啊，你一定要过期啊，拜拜。来三个门砸空。全世界就你有这条巨龙，好困扰啊！你可以马上去救他、啊。那你看，这房东根本没有什么别的房东，你就马上去跑跑跑。而且最重要是，他每天跟所有人还有道别，其实他都已经准备好。这个就。